田馥甄希望被求婚，梦想在小巨蛋上面达成。嗯，没有哎、欸，还是他讲说希望被求婚，像 Selina 一样，比较有梗，比较有点。啊，但你得先找到对象吧。Hebe 田馥甄今天宣布，年底将单独攻上台北小巨蛋举办《如果》巡回演唱会，但还是单身的他，实在没有什么新闻梗呢。一般演唱会都有亲朋好友的祝福，请问您有演艺圈友人吗？Ella、Selina 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他们，就是他们两位。哎呦，放心啦，还有爱慕你的林俊杰、纳豆啊。如果你是田馥甄的话，你要怎么样宣传的演唱会？对啊，就是欢迎所有的观众一起到田姐姐这边，田姐姐这边看演唱会。有没有五月天很爱开黄腔的八卦？万一冷场了怎么办？不冷场就不是田馥甄的演唱会，所以冷场你们会确定啊？他就是田馥甄。不想冷场的话，就找嘉宾凑时间好啦。我很想要伍佰老师，我觉得伍佰老师的舞台风格跟魅力非常的棒，棒到可能会把我的演唱会给压下去。好，算了，还是不要找他好了。会像这样失声吗？在舞台上？失声？不一定。有伏笔哦，有伏笔哦。听鬼浪赖。如果怎样？你们来看就会知道有没有失声。巴达。